普巴奴，好几日过去了，裴行俭那边可有消息？回殿下，裴行俭去取药的次数越来越多，以卑职的经验来看，服药之人必易上瘾，断不了了。鱼儿既然已经上钩了，那就准备收线吧。普巴奴，从现在开始，断了他的药。 是。你的药是不是也吃完了？啊。卑职斗胆，请大人赐药。小六子，殿下，给普巴努取些药来。是。谢殿下赐药。 这篇文章字字珠玑，和楚相昨日的见解不谋而合，颇有异曲同工之妙。你说，小豆子伤势一日比一日好，马上就能来东宫请安。可这些日子过去了，怎么还不见他来？该不会是你怕我担心，哄骗我的吧？ 卑职说的都是实话，怎敢欺瞒殿下？小豆子的伤恢复得很快，如此算来，再过两日，小豆子的药就该吃完了。卑职找石殿出趟宫，去医馆取最后一个疗程的药来。殿下，外面有人找左卫律，说是急事儿。 顺子，左卫律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那药丸你还有吗？上次给你的这么快就吃完了？可不是嘛，小豆子吃那药就好像上瘾似的，药量越吃越大，吃了就精神百倍，生龙活虎，药劲儿过了就萎靡不振。我拦着不让他多吃，他却悄悄躲起来吃，说是吃了就能早点治好他的伤，不再拖累我。谁知道今天早上药丸没了。 他就发起疯来，左卫律，小豆子，小豆子，你这是怎么了你？不是，不是，你敢阿翁叔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小豆子，药呢？闺女，闺女，怎么了这是？告诉阿翁，小豆子，你快告诉阿翁这是怎么了呀？药呢？药已经吃完了。 人人啊，小叔子已经去取药，阿闺女，药呢？药呢？阿翁叔，听我说，小豆子，没事，走开，小豆子，你这药，你这药是从哪儿来的？琉璃，琉璃，你怎么了？琉璃，怎么了？闺女，琉璃，放得住，怎么了？闺女，快把他放手上。 裴行俭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给的药力放了什么东西？说。我不知道。难道真的是药丸有问题？裴行俭，小豆子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，我跟你拼了！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不用你动手，我先把我自己解决了。小豆子，小豆子。 这恒大医馆今日怎么关门歇业？这样没好，还要拿这种的药，还要治病呢？这是出什么事了？怎么？
是啊，怎么就关门了？我的手还没好呢。若好的差不多的话，接下来静养即可，不一定非得吃药。俗话说，是药三分毒啊。一日几粒，几日一疗程，还请洪大夫讲告。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啊，能少吃便少吃。娘娘，闺女，闺女，告诉阿翁这是怎么了呀？确定那大夫已经离开长安了？殿下放心，卑职亲自护送那大夫出的长安城，错不了。我倒要看看他是如何来求我救他的心上人的，到时我要拿东宫的兵权来交换他心上人的命。蒲巴奴，你是不是还有什么话没有说完？卑职正要回禀殿下，这裴行俭的心上人好像是宫里的宫女。这么重要的消息你为什么才说？殿下息怒，卑职也只是推测，不敢断定。挨了板子？什么年轻的女子会挨板子？那十有八九就是宫女了。小六子，你去一趟景乐宫，将此事告诉我母亲，请她查一查近日有哪些年轻的宫女挨了板子，受了重伤。是，我这就去。怎么样，查出来了吗？杨妃，我细细打听了，那几日并无宫女被杖责，倒是有一个小医官，听说挨了好几十板子，都快被打死了。都说了是个小娘子，怎么可能是个医官？太医院哪个医官犯了事，竟要往死里打？我怎么没听说呢？不是太医院的御医，是不禄院借调到上福局的小豆子。小豆子？小豆子在争夺天下第一针的比试中输给了卓大家，却不肯认输，还公然指责卓大家盗取了他绣制的龙袍。卓大家下不了台，命人重重杖责。听说本来是要杖毙的，最后被裴行俭给救走了。桩桩件件就对上了，唯独最后一件有出入。那恒大夫说裴行俭要救的是个小娘子，可小豆子明明是个男的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看来你想救的那位小娘子断药了。果然是你。说，解药在哪儿？我也在找解药，可是这毒无药可解，要想活下去就得继续服用药丸，否则死路一条。不说实话，我现在就杀了你。
要杀就杀吧，反正我现在也是一个废人了。我倒是想问问你，裴行俭，亲手毁了你自己想救的人，是什么感觉？他是谁呀？你的心上人吧？我很清楚他现在的痛苦，如百虫啮食，万针穿骨，生不如死。这一切都是拜你所赐。你有这时间在这拿我撒气，不如想想办法，去求求该求的人。不用我提醒你求谁吧。小兜子，小兜子，小苏内侍，小兜子，小兜子怎么了？小兜子不见了，我怕他想不开。小豆子这几日藏在不露院中养伤，我们拿他的时候，他就是捆着的，不知是何缘故。那便对了，想来是药瘾发作，所以被绑着，免得他发狂伤了自己。这么说，裴行俭想救的人果然是你。小豆子，你和我还真是很有缘分呢。长得这般眉清目秀、粉面桃腮，这细皮嫩肉的，竟然比宫女还要俊俏几分。我在不露院养伤，并未违反宫规，不知杨妃为何要捉我来这儿？养伤？那正好。我这有太医院上好的药材，你只需脱去衣裤，用药材的蒸汽浸泡熏蒸身体，伤很快就会好。回禀杨妃，小豆子身份低微，怎敢僭越？动用太医院的御医和药材。杨妃带我来这儿，如果有事要我做，尽管吩咐便是。那可不成。我怎么能狠心差遣一个病人做活呢？来呀、啊，给小豆子宽衣。放开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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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疯了！我好意为你疗伤，你居然打我！说，为何女扮男装，隐匿身份？就凭你这身出神入化的制衣本领，走到哪儿都可以成为制衣名家。为何还要自讨苦吃？在宫里女扮男装，铤而走险地活着。我已经查到你的底细了。你七岁入宫，在不露院长大，竟然在制衣刺绣方面无师自通，这才被卓锦娘相中，借调到上服局。之后，你又与卓锦娘争夺天下第一针之位。就算冒着被杖责致死的风险，也不肯罢休。这其中必有缘故。
到底是什么人？你的这身制衣本领是从哪儿学的？要杀便杀，问那么多做什么？哼，我猜的果然没错，你果然是个女子。带下去，给我换身女装瞧瞧。是。今天的事，谁也不许对外讲，否则我要你们的命。曹王给的那半粒药给他吃了吗？已经服下了。杨妃，你为何让小豆子换上女装？那张脸我好像在哪儿见过，可一时又想不起来。我们在咸池殿见过，这么说，是武媚娘让你女扮男装，把你安排进上服局的。说，武媚娘让你潜伏在宫中多年，你们有何阴谋？哼，武媚娘与太子沆瀣一气，我正愁没把柄扳倒她，这下可好。我女扮男装，与武才人无关，你休想以此为借口拉太子和武才人下水。你说无关就无关。我是11年前被你们冤枉迫害致死的安大家之女库迪琉璃。我女扮男装藏身后宫，实在是形势所迫，无人指使。你果然与安氏长得极像，年纪轻轻生生将卓锦娘比了下去，原来是继承了安氏的绝学。这下就说得通了，你几次三番相帮太子与我作对，又故意进上服局与卓锦娘争夺天下第一真之位，就是为了当年你阿娘私自逾矩制作皇后徽衣，被陛下处死之事。没错，我留在宫里，就是为了给阿娘报仇，洗刷阿娘的不白之冤。哼，安氏当年私自逾矩制作皇后徽衣，让卓锦娘献给我，惹来众臣非议，陷我于流言与险境，简直罪该万死。他冤在哪儿？我阿娘是被冤枉的。我阿娘早就求得先皇后恩典，辞官出宫，只为远离皇宫争斗，过上平静的百姓生活。她为何要冒着杀头危险，去奉承你这个还没坐上皇后之位的女人？当年我还小，但我记得清清楚楚，明明是卓锦娘，是她逼着我阿娘修改他为你制作的皇后徽衣。阿娘为了保住库迪一家，
迫于无奈，才被迫答应。可谁知事发后，阿娘却被你们扣上了逢迎后宫、逾矩制衣的谋逆大罪。杨妃，我倒是想问问你，我阿娘的死究竟和你有没有关系？那间皇后会议，难道不是你命卓金娘做的？当年陛下的确想封我为侯，可是我胆小，并无丝毫僭越的想法。是卓锦娘和林尚福主动献上了皇后徽仪，正好被陛下瞧见，陛下大怒要治罪，卓锦娘怕了，招供说那件皇后徽仪是你阿娘私自绣制的，骗她说是寻常衣裙，哄着让她带进宫献给我的，与她和尚福局毫无干系。杨妃说得好轻巧，如果真是这样，你就该将此案交由大理寺彻查到底，为何不听我阿娘的辩解，就凭着卓锦娘的一面之词将我阿娘打入死牢？你分明就是心中有鬼，想要栽赃陷害，杀人灭口。看来当年之事的确有可能是卓锦娘为了推脱罪责构陷了暗示。杨妃为何不说话？当年之事，现在回想起来的确疑点重重。可就算你阿娘是被冤枉的，告发你阿娘的是卓锦娘，治罪的是陛下，办案的是大理寺，这些都与我无干。再说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，你的小命就在我手里，我又何必骗你呢？你只要答应帮我做事，我就替你处置那卓锦娘，帮你报杀母之仇，如何？你要我帮你做事，我能帮你做什么？你是我好不容易才弄到手的一粒好棋，且让我好好想一想，我怎么才能利用好你这粒小小的棋子，赢下裴行俭和李治这盘大棋。我劝你还是趁早杀了我吧，想让我帮你做事，想都别想。哼，过会儿等你犯了药瘾，看你还怎么嘴硬。丹青，把他压下去，好好看管。是。左卫律，你可曾见到小豆子？小豆子，他不是在不露院养伤吗？小豆子不见了，他没回尚福局吗？他怎么会不见呢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没时间解释了，希望他只是难过躲了起来，要是被曹王和杨妃抓走，那就糟了。啊，兄，贤弟帮我一个忙，小豆子不见了，你现在带人去宫里悄悄地找，想得到和想不到的地方都不要落下。还有，你找几个最得力的人去曹王府探一探，也有可能是曹王和杨妃把他捉走了。曹王府这会儿怕是进不去了。为何？我正要向裴兄禀报，你嘱咐我留意曹王府咒甲的动向，我不敢松懈。昨日两位派去监视曹王府的人，果然发现他们开始悄悄往外运送咒甲，于是一路跟随，想知道咒甲去向，谁知不小心被发现了。如今一人被捉，一人逃了回来。这两人可信得过？这两位兄弟绝对可靠。我担心的是，被捉那位会被曹王识破身份，认出我们是左卫律府的人。现在曹王府内必定戒备森严，想再入内刺探，怕是难上加难了。陛下的病情
一日比一日危重。陛下也自知，时日不多，遂钦定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两位顾命大臣辅佐太子。其用意很明显，太子不日便会继承皇位，曹王在这个时候私动纣家，摆明是动了谋反之心。曹王府那边先不要打草惊蛇，现在最重要的是驻守各个城门。那宫门呢？切莫对宫门轻举妄动。你忘了当年的玄武门之变吗？幸得裴兄提醒，否则就要闯大祸了。如今朝中局势利于太子，但越是如此，咱们越是要谨言慎行，切莫被曹王捉住错处，借题发挥，栽赃太子。也要提防曹王孤注一掷，行谋逆之举。我坤谨记，曹王调动纣家，必有大事发生。我现在就去禀告太子，共谋对策。没想到这件事情，皇兄跟臣弟想到一块儿去了。裴行俭，你见到本王为何要躲啊？裴行俭见过太子殿下，见过曹王殿下。你这般行色匆匆的赶来，定是有什么要紧的机密要向太子禀报。皇兄政务繁忙，臣弟就不多叨扰了，改日再约皇兄共叙兄弟之情。好啊，你我兄弟二人好久没像今日这般促膝长谈了，以后可要常来东宫闲聊家常。多谢皇兄美意，臣弟先行告退。阿胜，替我送送曹王。是。哟，哎，曹王殿下，您的荷包掉了。这么精致的荷包，您可得收好了。本王也是这么觉得。这个荷包，本王记得当年是一位绝色美人赠予本王的。啊，卑职替太子送曹王。不用了，你不是有要紧的机密要向太子禀报吗？事有轻重缓急，切勿本末倒置。那是琉璃的荷包，曹王是特意过来提醒我，琉璃在他手上。曹王用了绝色美人四字，是在提示我，他已识破了琉璃是女儿身。曹王今日来的蹊跷，只说了几句闲话，见你来便匆匆走了。我猜测以曹王的心机，是不会做这闲来之笔的。曹王的意思再明白不过，是拿着琉璃的性命要挟我，阻止我向太子汇报纣家异动一事。刚才你神色匆忙，可有什么要紧事？卑职听说曹王到来，担心殿下吃亏，故而匆匆赶来。殿下，这小豆子真有那么大的分量，能让裴行俭背叛太子？裴行俭是个重情义的人，这种人一旦动了儿女情长的心思，就等于有了命门。小豆子就是裴行俭的命门，我不仅要拿他来钳制裴行俭，调度东宫兵马，还要让他给太子篡权谋逆的罪行之上加上一条铁证。琉璃，我已经想好让你做什么了，你只需给我绣制一件衣裳，我就给你一条活路。难不成是婚姻？你又要让我替你逾矩制作皇后婚衣吗？哼，
我这次让你绣制的是龙袍，看来曹王是迫不及待的要谋逆篡位了。这件衣裳是我替太子量身定制的。太子，听说上服局上上下下这么多秀女，太子只穿你绣制的衣裳。太子对你恩宠有加，时常召你去东宫，这也是人尽皆知的。我让你做的事并不难，你只要亲手给太子绣制一件龙袍，然后找机会带入东宫藏好即可。当年你冤枉我阿娘，害得我家破人亡，如今还要我帮你栽赃太子谋反，你做梦！我绝不会助纣为虐，有悖良知，做大唐的千古罪人。哼，别那么激动，有没有你，太子都是要谋反的。我让你给太子绣制龙袍，只不过是给太子的谋逆大罪增加一条铁证，真正的谋逆大罪还要裴行俭帮忙。你们打错算盘了，裴行俭光明磊落，绝不会不忠不义做出背叛太子的事。裴行俭是光明磊落、坚毅勇武之人，本来我们是拿他没办法，可是现在不同了，我们手上有你这颗棋子，就有本钱让裴行俭就范。琉璃啊琉璃，在你和太子之间，你希望裴行俭选谁呢？你好好体会一下断药的滋味，我看你还能扛多久。不要让他晕死过去，我要让他深刻体会什么叫生不如死。是。玉玉，左卫律，左卫律，速去通报曹王，左卫律裴行俭求见。曹王殿下早已恭候多时，左卫律，里面请。殿下，裴行俭参见曹王殿下。裴行俭，是为了这荷包而来的吧？真没想到，小豆子竟是一位绝色女子。难怪你几次舍命相救，原来是怜香惜玉，英雄救美啊。殿下想要如何，不妨直说。好，痛快，我要你改其意志，投入到我的门下。如果我不答应呢？那我便停了他的药，再将他的真实身份公之于众。你说什么？我用不着和你虚伪。小豆子的真名叫库迪琉璃，是谋逆重犯安氏之女。11年前，她躲过一死，而后女扮男装，假扮成不露院的防疫医官，才苟活到今日。此事要是被公之于众，无论是国法还是宫规，她都难逃死罪。裴行俭，只要你改其意志，我不仅可以既往不咎，还能助你们双宿双飞，促成一对人人称羡的
神仙眷侣。我要见一见琉璃，确保他安然无恙，方能接受殿下的建议。好，正合我意。今晚亥时，你一人前来即可。好。告辞。我是真的不忍心。不要走，不要走，不要走！你别怪我心狠。杨妃是个说一不二的人。虽然我很想帮你，但是现在能帮你的只有你自己。我劝你答应杨妃的要求，何必受这份罪呢？这个可是最后一粒药丸了，你若是再不答应，我是想救你都没得救。是你自己一心求死，死了你可别怨我。早这样多好，省得大家都辛苦。解开吧。是是。听说你想通了。看来还是有些心不甘情不愿呢。你这样，我怎么放心让你去做事呢？你一边喂我毒药，一边让我帮你做事，又如何让我心甘情愿？我既有毒药，自然就有解药。只要你乖乖照我说的去做，我保你可以戒除药瘾，安然无恙。你要我做什么？我让你写一张字条，亲手交给裴行俭。你只要把这件事情做成，我就相信你是真心归顺。说吧，要我写什么？明日午时，曹王拥兵玄武门。你在担心什么？担心裴行俭会信了你的话，怂恿太子出兵玄武门，因此中了我们的圈套，被扣上谋逆罪名，丢了太子之位。真是个痴心女子啊，都这个时候了，还在担心会陷裴行俭于不忠不义。殊不知令你痛不欲生的那些药丸，就是裴行俭亲手交给小顺子，让小顺子哄着你服下的。你今日的痛楚全是拜裴行俭所赐，因此你对他根本不必心存愧疚。
曹王殿下偶感风寒，杨妃前往王府探病。叫。杨妃，为何要大费周章去王府？直接让裴行俭去景乐宫不就行了？你懂什么？景乐宫就那么大，万一裴行俭使坏，想要玉石俱焚，岂不被动？王府是咱们的地盘，又在宫外，他若是想要使诈，咱们大不了毁尸灭迹。殿下，裴行俭来了。卑职参见曹王殿下。把琉璃叫过来。是。裴行俭，待会儿你俩见面的时候，不介意本王在场吧？